还蛮好玩的，而且还有那个薪水可以拿。我今年以第一年以金马奖主席的身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创作的平台。我看到变化，我觉得金马奖这个单位真的是功德无量。其实现在大家都也是抱着钱排队来找我拍一片，所以创投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怀旧。啊，来休息，第一次做金马创投的评审啊，还蛮好玩的，而且还有那个薪水可以拿。35个片子，我们有很多新的导演，我们其实都不是太了解，或者是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，或者曾经拍过短片的，所以我们都有看过这35个导演的，还有一些监制们的一些曾经拍过的电影，所以在家里也是看 DVD 啊，看的也是蛮辛苦的。谢谢谢谢原著，然后谢谢大家给我这个电影制作的新人一个很实在的鼓励，谢谢。这个开奖的过程我第一次经历，我觉得还蛮刺激的。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，然后现在在陆续在剧本的完成的阶段当中，明年就会开拍了。嗯，但是我会在开拍的前一个月左右就会提前先到马来西亚，然后去融入生活，然后包括要学，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越南工他们是会讲华语的，所以基本上学的是他们讲华语的那些腔调，而不是说真正要去学越南话。因为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剧本还在最后完成的阶段，所以还不晓得我还要面临什么样子的考验。